据英国媒体报道，英国一名流行女歌手去年十一月在发廊遗失钥匙，当晚寓所即被匪徒入屋偷窃。事后女歌手陆续接到了窃匪的电子邮件，声称掌握了她电脑内的27张非常敏感的照片，要求对方以5.4万英镑的高价赎回，否则卖给媒体。女歌手随后报警，窃匪被捕受审，并被判决罪名成立。此案上周在英国法庭审结，但法庭禁止披露这名女歌手的身份，包括国籍、年龄、婚姻状况及有否子女等。